好男儿志在此。我怕后面的实战演练，你们这帮老骨头会吃不消啊！还有实战演练，这怎么成啊？于吴公子，武将杀敌戍边，文臣治国理政，本来各司其职，各守本分。今天于吴公子非要文臣武用，实在是强人所难。既然我晋国只在乎疆土辽阔，不在乎百姓民生，请于吴公子允许本官辞官。谁在乎？你们谁还不愿意？马上交牌子走人！寡人现在的后宫啊，才算是有了家国的样子。宫中现在有两位夫人操持，一派和谐，再加上两位公子将来也必成大器，现在我们的国君呐，真是鸿福齐天。国君整日操劳国事，为晋国开疆扩土，偶尔偷闲放松半日，那些朝臣们便说国君安于享乐，真是可恶。是啊，那些朝臣当真聒噪得很，也讨厌得很。那就再歇息两日，不要上朝。不上也罢，反正说来说去也都是那几件事，既无趣又无关紧要。妹妹不要多言，朝政大事岂是你我后宫妇人该妄言非议的？你我为国君料理内务，就是为让国君无后顾之忧，全心理政。你这么说，莫不是坐实了妖媚乱政的骂名？爱姬啊，你不要苛责少姬，是寡人不想上朝，想多陪陪你们母子。禀告国君，微臣有事禀奏。又有什么事啊？说是夷吾公子今日训练诸臣的体魄，要求文臣骑马御车，射箭举大鼎，走大步，文臣大都做不了。夷吾公子就让诸臣的家人拿钱赎人，所以朝臣们要求国君给主持公道。我儿夷吾啊，真是聪明绝顶。这些个文士，平日里这个不行，那个也不行，现在终于有人能收拾他们了。这钱交得好，让这些牙尖嘴利的家伙也出出钱，正好啊，充盈国库。夷吾干得好。可是当场就有许多大臣已经辞官了。辞就辞，寡人早就想换掉这些没用的文人，正愁找不到借口。这夷吾啊，和寡人最贴心。干得好，干得好。既然国君这么开心的话，我们何不设宴庆祝一下呢？得庆祝，吩咐下去，在园中准备大宴。喂，可是那些大臣还在跪着，该如何回复他们呢？哎呀，我说顺庸啊，你真是越老越不中用啊，怎么回复他们还用国君亲自教你吗？
你就说是夷吾所为，那都是国君首肯的嘛，对不对？让尔等听命顺受就是了，否则就是逆上。他们是听也得听，不听也得听。对，就这么说。国君，这是太子托人送来的奏书。他爱娶谁就娶谁，让他自己看着办吧。太子要成婚了，恭贺国君。但愿他成亲后啊，能懂事点，少惹寡人烦心。君父，我们也要去骑马，现在就要去骑马。骑马？好啊，君父带你们去骑马。但是要先吃饱了饭，有劲儿了才能骑马。剑术有大大的提升，朝堂上驭人之术也是日渐成熟。如今拥堵者如云，反对者不是被弃用，就是主动辞官，更是深得军心呢。看来离朝政独揽不远矣呀。我可不能像申生一样龟缩到曲沃，窝囊死，更不能让那两个女人生下的小崽子挡了我的路。任他们后宫再得逞，可是君父心如明镜，军国大事他能依靠的唯有我夷吾。说的是啊，宫中内线传来消息，李氏二姬伙同优师旁敲侧击，多次怂恿国君改立西岐为太子，国君都没有松口啊。没用的，待我娶到齐江的时候，太子之位、国君之位，我唾手可得。齐国那边我们已经做足了准备，只要我们下达国书遣使求婚，不管齐江公主她本人乐意与否，齐臣终究都会说服齐侯允婚的。我苦心经营这么多年，就是要等这一天，美人、君位、天下，我都要。都睡了。这两个孩子太贪玩了，天黑了都不肯回来，一回来就睡下了，课业都没做完。像他们这个年纪，早该修习六艺了。一切于剑，还是请个高明的师傅对他们严加教导的好。那你心中可是有了人选？国君，太子如今远在曲沃，太傅杜元款才高德厚，不如我们找他教导西岐和卓子。不妥。杜元款是太子太傅，寡人对申生虽有微词，但夺了他的师父，改授西岐实在不妥。朝臣会非议说，寡人动了易处之心，万万不可。国君说的极是，只是臣妾一心想让西岐上进，并未想到这些。没有想到最好。西岐卓子还小，很多事不能心急，一事不慎，不仅朝臣们会生疑，就连申生、夷吾也会不自在。申生倒也罢了，夷吾为寡人一向倚重，寡人不想让他多心。国君说的是。
可怜的孩子。可怜？他们是晋侯最疼爱的公子。姐姐为何说他们可怜呢？为了复仇而生出来的工具，为母亲利用，终究要父子相残，当然可怜。我倒觉得他们是上天赐给我们的法宝，我们正好可以借此颠覆晋国，报血海深仇。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。昨夜我旁敲侧击问了晋侯的意思，太子之位他更属意夷吾，丝毫没有想立西岐卓子的念头。反正两个孩子还小，眼下就逼着他废长立幼，也确实有点操之过急了。我们不能再等了，眼下不立，日后更无可能。这些年我们怂恿着晋侯四处征战，晋国国力虽然被消耗，但也扩大了版图，更见强盛。夷吾屡立战功，如今朝中大臣有一多半是他的人，如果再等下去只能坐以待毙。姐姐说的对，那眼下我们该如何行事？交代优师，东华山祭天之事速作安排。姐姐终于拿定主意了。就在东华山结束这一切吧。禀报国君，西岐公子病了。西岐病了？啊，可召太医。国君莫急，太医已经看过诊，开了方，但是……但是什么？公子的症状似病非病，有人说是被掩住了。掩住？这白天起码还好好的，怎么就突然掩住了呢？骊姬夫人不让微臣说。快说。国君，骊姬夫人前两日身体就不舒服，说是王父王母入了她的梦，责怪他们忘了父母的冤屈。两位夫人在进宫中承宠伴君，享受荣华富贵，一直没有祭祀过先人，所生的子嗣长这么大也未祭过祖，所以实在是大不孝啊。一开始骊姬夫人也未当真，这不西岐公子病了吗？所以夫人觉得寡人明白了。不管怎么说，先人是要祭祀追忆的，这确实是寡人的疏忽啊。你赶紧下去安排，让骊姬夫人不要有顾忌，在这件事情上寡人是看得开的，该有的礼数不能废，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啊。我就说国君特别开通豁达，可骊姬夫人胆小怯懦，不敢跟国君提，这下夫人再也不用提心吊胆了。你去吩咐内徐司务必不要节俭，一定要做到体面。好，微臣在这里替两位夫人叩谢君恩。好了好了，赶紧陪寡人去看西岐。吉时到，祭已起，鸣钟鸣烛。向先仆进传。祭拜。
稀奇。你知道今天我把你们带过来祭祀的是什么人吗？是我们晋国的祖先。是我们的祖先，但不是晋人。你要记住，我们是黎戎人，母亲是，母亲的祖祖辈辈都是，你也是。黎戎不是被君父给灭了吗？所以才要靠我们给夺回来。怎么才能夺回来呢？只要你听你娘亲的话，先当上太子，再当上晋国国君，我们日后就能复国报仇了，明白吗？小心！夫人，夫人，夫人！夫人呐，夫人呐，啊！我弟，夫人呐！国君，该用晚膳了。寡人哪有心情用膳？这都什么时候了，这两位夫人和小公子怎么还不回来？国君，国君，国君，啊，不好了，国君！怎么了？两位夫人被东山高洛氏抓走了。你说什么？国君。国君，堂堂禁军总管居然被几个山贼打败，还让两位夫人和公子被山贼掳走，寡人养你何用？如果两位夫人和小公子有什么不测，寡人定要将你千刀万剐，诛你九族。国君息怒，微臣罪该万死，愿向国君献上项上人头。寡人要你狗头何用？能把两位夫人和公子换回来吗？你们都听好了，两位夫人和小公子在祭天祈福归途，被东山高洛氏掳走，至今性命堪忧。速速点齐兵马，寡人要亲征东山。国君万万不可，这东山高洛氏虽为戎狄一支，其实就是一伙山贼，何须国君亲自出面？只派一名能征善战的将军出马，即可荡平东山，灭了高洛氏。侍卫所言极是，臣附议。臣也附议。那你们何人愿意领兵前往？国君，只要国君有命令，臣愿意领兵去东山，救出两位夫人和小公子。只是臣以为姿势体大，不宜忙动刀戈，以免激怒贼寇。毕竟夫人和小公子还在他们的手上。那你们说此事该怎么办？你们有何良策？赶紧说。国君，微臣以为此事夷吾出面最为妥当。为什么是我？众所周知，夷吾公子是国君最倚重的公子，是小公子的兄长，又是两位夫人的庶子。夷吾公子亲自出面，给足了他们的面子，说不定不费一兵一卒就能把他们拿下。实在不行，以夷吾公子冠绝神勇的气魄，
亲自出马，一定会马到成功的。杜大夫所言极是，臣等附议。臣等附议。好，一武，此事就交给你了，定要不负寡人所托。喂，公子，不要生气，此事还需沉稳应对。沉稳应对？你以为我不知道那些文臣为何举荐我？报复？他们那是报复，一群小人。我倒不是气他们，我气的是君父。当年新田大旱，百姓闹事的时候，他就让重耳替他挡恶。现在那两个小妖姬出事了，他又让我去顶包出征，凭什么？我不去。公子，你若不去，便是公然违抗君命。被俘中不仅有两位夫人，还有两位小公子，如果你不去救人，便会落下口实，让人非议，人家会说公子是忌惮另外两位公子与你夺嫡呀。切，笑话，简直是笑话。这女人不是我的女人，儿子也不是我的儿子，他亲夫亲父都不去救，凭什么让我这个继子继兄去救呢？哼，现在想起我是亲人，晚了。早干什么去了？我就是不去，我看谁敢非议我。公子，你如果能救他们回来，便是做了一件功勋卓著的大事，到时候李克便会带领群臣奏请国君改立你为太子，到那个时候，尔姬和两个小公子相争，也会顾念你救命之恩的大德呀。我呸！我不用他们顾念，我当太子用得着他们恩赐吗？若他们两个回不来，死在外面才好呢，哼，省得我去争了。不对，不对，不对，这事儿我应该去，而且必须是我去。公子，你想通了。他们让我去，我就去嘛。君父的话，我岂能不听啊？不过，能否救得回来，这恐怕是一件谁都不敢保证的事儿吧。公子，此事与其被别人所用，不如掌控在公子的手中。到时候公子可以见机行事，拿下东山，灭了高洛氏，于国是大功一件。然而二姬和小公子他们命薄，在混战中死于敌人的刀下，也怨不得谁呀。此山地势险峻，易守难攻，集中兵力全速出击，半个时辰内务必登顶，我要让他猝不及防。喂，发发发发发发，公子，这烟雾好奇怪，速速撤离，这里一定有埋伏。闭嘴！本公子三岁上教场练武，一个小小的高洛氏我会看在眼里。你们所有人上山，我倒要看看他们能玩出什么花样。这样，
速速报来！禀报国君，义乌公子所带兵马于昨日卯时三刻上山，微臣奉命在山下营地留守。起初，还可见队伍在山中行进，可到了辰时初刻，一阵黑风刮过，所有的人都消失了。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！这真的是一眨眼的功夫，所有的人都不见了。起初。 臣以为是山上误打遮住了队伍，可到了午时雾气消散，还是没有见到公子的队伍啊！微臣又派出了仅有留守兵士上山，可皆是有去无回，所以微臣赶紧回来报信。哎，不可能啊！这义乌公子练兵有素，不可能在洞山全军覆没。不管胜负如何，总不至于凭空消失的杳无音讯吧？黑风刮过之后，大军突然不见。 难道是诡异之术？我觉得义乌公子可能太过自负，输给了东山的贼寇，又怕国君责罚，众臣耻笑，所以才编出来了这诡异之说吧。好了，两位夫人和小公子也没救出来，反倒搭上一个义乌，你们何人能用妙计破局东山？寡人必定重赏。寡人养你们何用？平日里高谈阔论、才高八斗，对寡人指手画脚，仿佛这大殿都搁不下你们。但凡有事，一个都抓不上。看来，寡人只有亲征了。报！禀报国君，太子申生携心腹甲姬，暗置归省，如今在殿外候见。 寡人现在哪有心思见他和心腹，让他候着吧。微臣以为，太子来的正是时候。什么意思？微臣以为，可让太子前去解东山之围。这怎么样？这样不妥吧？这次连英勇善战的夷吾公子都有去无回。 这太子前去也不会有什么建树吧？更何况太子现在失我们晋国的根基，不可贸然前行啊！哎呀，是啊，是啊！哎呀，真是不可！国君，东山之事的确蹊跷。附近的乡民都在传，说两位夫人和小公子，还有夷吾公子之所以遇险，是因为晋国近年来杀业太重。 上天派天兵下来收人的，简直是屁话！寡人为晋国开疆扩土，是为了让他们过得更好。非但不念寡人的好，还说我杀意也重。我两位夫人和公子被山贼劫掠而去，反倒成了我的报应了，简直是可恶！ 国君，其实不必理会那些无稽之谈。以优势拙见，国君龙威自有天神庇护，那些宵小弄鬼，也必定能破。寡人也是这个意思。既然已经出现了诡异之象，国君还需慎重，要不然招太卜前来战事吉凶。 好，选太卜。太子姬亲自为老夫烹茶，实在是不敢当，不敢当啊！大夫博古通今。 明德善知，为太子启蒙授业解惑，多年来辅佐太子，不离不弃，理当受甲姬一拜。哎呀，不可不可，不可不可呀！惭愧呀，老夫要真是有才干，也不至于让太子在曲沃委屈这么多年。恩师不必如此，这就是命数。如今我们能归省。
也是多考了恩师的指点，我今天能回城，已经心满意足了。虽然我们回到了都城，但是要重获军心，重掌朝政，还需要经营，这就是老夫此次力荐太子去东山的缘由啊。君父允许了啊。太卜战事的结果是国军亲征必是大凶，唯有太子出马才能逢凶化吉呀。他们既然要抓两个女人和两个孩子，他们的目的很明确，就是想换取粮食。如果我们满足他们的话，我想应该不用和他们开战。如果太子能够促成此事，不仅和黎氏二姬在面上缓和了关系，也可建树奇功，又盖过了夷吾，那样国君就一定会再注重太子的。来，咱们干一杯。这次多亏勾龙首领率部相助，令禁军有来无回，着实为我们黎荣出了一口恶气。勾龙大首领能够收留我黎荣残部，允许我们在此休整练兵，如此患难相助，足见大首领义薄云天呐。这个我可不敢贪功，此次若无国师相助，单凭我东山区区千余人马，岂敢与禁军为敌？你们要谢就谢国师吧。多谢国师相助。二位夫人客套了，我倒是觉得二位夫人能用自己的身家性命做饵布下此局，胆识过人，真是佩服佩服。不过我们的初衷本想引来靖侯将其歼灭，只是这次仅仅灭了夷吾，实在是遗憾呐。大首领不用担心，有我和姐姐还有两个孩子在，靖侯定会来援。不错，他会先派夷吾前来试探，等夷吾全军覆灭，以他的傲气和自负，肯定马上就会亲征。只是不知道到时候能不能一举将其拿下。你们二位尽可放心，有国师在，而且国师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，不怕他来。报大首领，山下来了一伙人，没有贸然上山行动，而是往山上送了好多帛书，拿来看看。喂，没想到这老东西居然如此惜命，自己不来，居然派申生前来。更没想到的是，这呆头呆脑的申生居然送上礼单，要用粮食和铁器换我们。哼，晋侯到底是冷血，平日那么宠爱两个幼子，关键时刻他倒是不敢犯险来救。这晋侯不来倒真不好办。咱甭管谁来，拿下便是。拿了太子还怕引不出晋侯吗？大首领不会为区区几十车粮食和铁器动心吧？东西的确有人呢。杀了申生，东西还是你的。引来晋侯夺国之后，晋国北方十城都归你。
在下晋国太子申生，奉君父之命前来送礼，请尔等放行。继续前进，保持警惕，继续前进。此地危险，先别说了，我们先离开这里，快！重儿，他们都说你死了，没想到你居然还活着，更没想到，危急关头。出手相救我的人，竟然是你！我也没想到，会在此处与大哥重逢。重儿，既然你还活着，这些年你去哪儿了？为什么不回来？还有，你可知道表妹？大哥，现在不是叙旧的时候，我们现在救人要紧。你先告诉我，此次君父为何要攻打东山？是这样的。这次怨不得君父，都是那些高洛人太过狡诈，首先劫持了两位夫人和小公子，
君父才派夷吾来拯救他们，结果夷吾那边全军覆没，眼见强攻无望，君父派我们来跟他们和谈，结果你也看到了，他们在暗中偷袭我。原来如此。